Today, I'm in Zhengcheng, meeting up with a friend who's going to take me for a ride. Let's get going. Hello,你的問題是好事。思文,你來了。對對對,就是跟蘇阿姨們聊天啊,就是我的朋友,思文,對,我們出去田裡面逛一下,然後剛剛的問題呢,頭先有問題在走,我們剛剛講的,是吧,保存和大家解決水的問題,還有那個田的農機問題啊。 其实我们的村民都是蛮可爱的，我们就马上要春耕了。最近都在开拓拉机爬田了，他们最在乎的也就是这个怕错过这个农事。哦，就是中间的协调人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给他们服务的嘛。 第一次坐上这个农机车，真的好大呀！正常来讲，这种小型的话，我一天可以作业5-60亩。传统人工的话，用牛来去耕的话，它可能一天只能耕1亩田。我们那种大型的呢，一天可以去到100亩。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，利用自身的一些农机装备呢，去把一些。 村民们不耕的田全部呢都承包了过来，我们给他地租，然后呢我们帮他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复耕，过我们的一个全程机械化的一个生产托管服务呢，那他就可以实现一个适度规模经营，然后可以就一个农户传统的农户呢，他也可以承包1-2亩田在种植，以前1-2亩。 大学生翻到帮我哋啲村民，就用啲苦田全部都整整啊佢，我哋又有情收啦，佢又整一些水稻啦，咁我哋大家都好好开心，好高兴，所以都欣赏佢。咁嘅细嘅小大只仔能够拣得起啲田咩？咁样，后来咧佢拣到啲田整得非常之好。 吓，所以都嗰啲村民咧非常之满意。佢作为啲嘢咧，即系帮到一忙解决到问题。嗱，佢几肯带佢大家都系帮人，但系帮人好翻嚟，佢都有用功嘅嚟做，系嘛？佢将话佢带头，佢带得好啊，系嘛？我上一次前在深圳工作，啊，是什么会让你选择就是从这个行业就回到家乡？主要还是受我父亲的影响，对，因为他现在其实年纪也有点大了。 年纪大了，然后呢，他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可以回来农村，可以帮他一起经营这个合作社吧，做强。一零望佢就睇到啊，咁简章啊咁啦。其实第二路咧，佢就话咁啦，你呢方面一定要提前嚟打，你机啊人啊，整下喺度。你刚回来的时候。 他们当时是什么反应？我们中间其实有磨合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主要是我们之间呢，新老一辈两代人的一些思维模式，还有沟通方式呢，就会很不一样，要让合作社更加规范起来。 有打算就是在两会上为农民们提什么样的问题呢？ 主要还是围绕着，就是农机手的技能培训、职称评定，还有我们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基础公共服务管理等一些建议。对，就是我希望说未来，就是我们社会各界还有各级政府部门呢，都能关注和支持我们这个群体。很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肯定每天过得。 很满足，很开心，<笑>慢慢沉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觉得，成为一名新农人哈，他其实不比这个白领这个简单。你要回农村来，必须是有要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技术，才能回到农村来做耕田。<笑>